我说，今天老师要带给同学有另外一个好实用的东西哦，这个东西真的是超实用的啊，它跟英文的 there is there are 是一样，就是说有多少多少东西。那在法文里面呢，它叫做以里呀。好，同学这个地方它是连音的以里呀，以里呀它怎么用呢？它非常好用了哈。例如说在那个桌子上面，有两个巧克力面包哦，OK，在桌子上面有两个巧克力面包，看起来好像很好吃。是的，对，我们要怎么讲啊？里呀，有，there is there are，对不对？那它很好哦，它不管是单数还是复数，永远就长这样子，它不会再变了哈。里呀，de pain au chocolat，同学还记得吗？chocolat pain au chocolat 就是什么？非常好吃的那个巧克力面包，它是用那种千层酥的做法去做的哈。然后在桌子上怎么办呢？在什么什么东西上面？这个 sur 跟英文的那个 on 是一样的哈，on 的那个 on 是一样的。sur 在桌子上，sur la table table 有没有？跟英文就是一样，只要发音不同。sur la table il y a du pain au chocolat。有两个什么面包，那个 pain 有两个，所以要加 s 哈，那是加在前面这里，后面这个 au chocolat 意思就是说巧克力口味的哈，au chocolat 那未来我们会学到为什么它是用 au chocolat 而不是其他的哈。OK，那 il y a 它要怎么样变成否定句呢？它变成否定句，它很特别哦，因为我们要找到它的那个动词，它动词其实是这个 are。可是它的否定句很有趣哦，同学仔细看一下，它是 i 你呀吧 i 你呀吧 de pain au chocolat sur la table。好，同学们发现它的那个否定句是 ne 吧。摆在咿呀的前面跟后面，那因为那个呢遇到的一个 hack 它其实是个母音哦，因为它发音是一的母音，对不对？它原本是这样子的哈，咿呢咿呀吧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因为这个一个 hack 它的发音是一，它其实是同母音，所以他们把它给缩写起来，变成咿呀吧，de pain au chocolat sur la table。在桌子上面呢，没有两个巧克力面包，那可能是摆了一个，有可能摆了三个，可能摆了20个，那这个都是不知道的。OK，好，那我们要怎么把它变成了疑问句呢？疑问句，我们先从最文言文的那个来看好了哈。它文言文动词跟主词要颠倒，它的变化就非常神奇哈。例如说，它怎么变呢？呀，地了，呀，地了，de pain au chocolat sur la table，在桌子上有两个巧克力面包吗？有两个巧克力面包吗？同学会觉得，哎呀，老师啊，这个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？好，这个要跟同学讲一下，伊呀，他们两个人是相亲相爱的，永远要在一起，OK？伊呀，他们两个人要在一起。然后哈林动词摆到前面，i 了是就像英文的 it，它是主词摆在后面。那伊呀 i 了，你们同学会觉得好像好难听哦，伊呀 i 了，伊呀 i 了，听起来好像不知道是好像你嘴巴咬到还是怎么样子，对不对？哎，法国人自己很聪明哦，法国人自己发明了一个小小的 de。这个 day 有没有意思呢？它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它纯粹只是自己冒出来，而且前面还有一个 très d'union，前面有个小杠杠，后面还有个小杠杠，有没有？它自己跑出来，把这个 i 呀 i 了哦，这个中间这个超难念的这个东西，把它摆进去，就变成 i 呀 di 了，就变成 i 呀 di 了，de pain au chocolat sur la table。所以它就变得很文言文的念法，就非常好听的感觉哈。那其实我们有学过，最简单是怎么样？就把 s 个摆出来，对不对？也地了，把这个原本它这个也地，我们只要把 s 个摆出来，超好用的。s 个只要一出现，后面我们就按照原来的伊利亚德巴我说过啦。
去了 dub。好，这个地方呢 ，S 哥摆出来之后，后面完全是照样原来的。那这小心 ，S 哥这里是母音，这里一是母音，所以怎么办呢？把它给缩写变成了 S 吉利亚 ，S 吉利亚的 pan au chocolat sur la table，S 吉利亚的 pan au chocolat sur la table。好，在桌子上有没有摆上两个那个巧克力面包呢？其实这种例句还蛮蠢的啊，我们平常不会这样讲，但只是说老师解释一下。OK， 那这个齁就是说它这个否定句跟一个疑问句大概是这样子来弄。那如果你回答 oui， 有两个 oui， il y a de pain au chocolat sur la table。那如果没有呢 ？No， il n'y a pas de pain au chocolat sur la table。好，这个都是可以讲的。好，是大概就是 il y a， il y a 是非常好用的东西。那再给同学一个很简常听到的片语，这个叫做 qu'est-ce qu'il y a。这同学可以学起来哈 ，qu'est-ce qu'il y a？qu'est-ce qu'il y a？alors qu'est-ce qu'il y a？qu'est-ce qu'il y a 什么意思呢？它在法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说，哎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发生了什么事 ？What's happened？qu'est-ce qu'il y a？哦，那就是说有什么东西呀？哦，这个个就是 what， 有没有这个个就是 what？ 从未来我们会学到哈，它其实就是英文的 what。有什么东西啊，有什么东西啊，意思就是说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，所以 qu'est-ce qu'il y a 发生了什么事。好，这个呢也可以让同学一起来做参考的。 Voilà, au revoir.